人的心思很好猜，尤其当这个男人是你爸的时候。左眉上扬15度，嘴角向右歪斜。暴风雨要来了！哎呀，汤都好了，爷俩快喝汤吧。这么一大桌，辛苦啊！哪有您辛苦啊？家都没空回。原来是嫌我关心不够，这个时候一定不要解释，用甜言蜜语攻陷他。开锅先喝汤，爸，您先来一碗。父子关系淡了，是该喝点浓的补补了啊！您怎么扯上淡了？我是说，咱们父子这关系啊，淡不了。咱父子的感情就像这固若金汤。哦，顺利过关。你同事找你，你老板找你。臭小子，你忙就忘了回家，回家都关心吃饭，再说说。哎呦，该上菜了啊！上菜，上菜。行，算算，这叫儿女空心菜，要多空有多空。来块藕，偶尔回家；来块肥牛，胆子够肥呀、啊。还有这虾。瞎忙，还有这花椒，就是泡的再久，也跟儿子难交心呢、啊。哎，差点忘了，还有这个蛋饺，混着鸡蛋、鸭蛋，整个就是一顿。是个混蛋，爸，是我疏忽了，以后工作再忙，我都回家陪陪你们。你以为我气的是这个？工作再忙，饭还是要好好吃。吃。老顾着忙，这日子不就越过越没味儿了？有空常回家一起涮涮火锅，这日子越涮才能越有滋味。爸，您说的对，这就是久涮不淡的续汤包，咱把这味道给续上。余子可教也。家是生活的底料，家乐是火锅的底料，家乐火锅底料，真材实料，匠心熬制。家有底料，汤鲜味浓。家乐火锅底料。